2001年度台湾国际银发暨健康照护产业展，在众多保健产品里，有一款造型独特的产品成为目光的焦点，引发众人的话题。这个外形像是斧头的拍打棒，来头可不小，是获得今年十大杰出发明家奖的研究发明成果。发明人吴娟娟女士拿着自己发明的成品，在自己身上的气血淤积部位推压拍敲，这项产品是她热爱生命不畏艰难的研发成果。吴娟娟女士多年前意外摔伤，双手没有力气，无法高举，医治了3年都没有改善，医生建议她去做复健治疗。但在吴女士做复健疗程时，一个想法在心中萌芽，这样的治疗不适合她的状况，应该有更好的方法。于是她画下了初期产品的设计草图。这种复健的方式对我好像不适合我啊，后来我就想，哎，忽然中想到过，对，我一开始起因就是那种摔倒这个手就是天天顶着啊，所以造成这个一定是筋轴位啊。后来我就是把它画了一个图叫那个，因为我们工厂有那个开模的请他给我做一个手工模。一开始就是研发这个是一定要多功能多角度啊，那个只有每个角度因为你开个模子要花很多钱，所以我就是想一定要把它要把它做到理想为止啊。后来在这个手工模做好了啊，我一方面做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实验吴女士曾从事8年多的护士工作，又在药局工作长达18年，后来协助丈夫开发汽车配件工厂。自身的病痛及医疗经验的累积，加上对人体结构的了解，经多次亲身试用及修正，终于成功开发出成品，广受好评，获得101年十大杰出发明家奖、第一届世界华人发明诺贝尔奖等大奖。啊，我这个产品哪有三个的专利了？台湾2个，大陆1个，然后刚好诶，发明协会在说他要发明展，所以我就给他报名，报名就是有2000多个人，我没有想到说诺贝尔也有啊，那个十大杰出也有，没有，这是我意料都没有想到的。后来经过，自己也感到本来一开始我就是没有想要开发这一个，因为我们本身做汽车零件，没有不是在做健康的产品，而是为了要自己医疗自己而去开发做出来。这项产品有斧头、斧爪、双爪、大小凹槽、颗粒面的设计，从头部百会往下至后脑的脖子与肩颈背部间的拍打、胸部跟腹部的推压，以及脸部五官的推压，还有手臂、手掌、大腿、膝盖、臀部等等，依各式设计可做拍、敲、打、推、压的运用，可以完全贴合高矮胖瘦不同的人体部位，内含磁块，具有磁性能量，设计有多角度的功能，可依个人部位及不同力道来使用。自从我过去送人家到200多组人啊，不过每个人我给他回想，有毛病的人他一定会用，没有毛病的人可能没有什么，他就不想要用啊。不过我觉得他们有用的人说大家都有改善，我看到这样子让人家用了有效，我是最高兴的。因为有了想要飞翔的期盼，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；因为有了想要光明的期盼，爱迪生发明了电灯。吴女士深深的期盼一个能改善自己病痛的方法，她成就了自己的梦想，用积极进取和不畏艰难的态度正面迎战病痛的问题，以自助助人的理念态度转化成实现梦想的力量，让生命发光发亮，创造无限的可能，拥有健康快乐的彩色人生。